在那拥挤的街头，雨在飘，泪在流。你十指左右往前走，不迟颤抖，追求，追求。世界是否已为你拥有？法官大人，本人要求押后审问被告，因为控方已经找到一位污点证人，他是关键性人物，请让他上庭作供。反对。控方证人已经全部作供完毕，而辩方证人也审问过了。法官大人，本人要求立刻审问被告。反对无效，传控方的污点证人中原上庭作供。9月2号有没有出海？中原先生，请别忘了你在警察局所做的口供和刚才的宣誓。请问你在9月2号是不是出过海找同归？是。这里有一份出租游艇的单据，租艇的日期是9月2号，而租艇的人就是这位辩方证人童志川。你和童志川先生出过海找被告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和童志川上了游艇，你在船上看见什么？我看见童慧涛。对，你看见被告和死者的尸体。被告向你承认他杀了死者，还想毁尸灭迹，将尸体扔到海里，是不是？反对。控方毫无根据而胡乱推断。法官大人，我是根据证人在警察局所做的口供而做审问。反对无效，控方请继续。童辉告诉你他杀死了死者，是不是？那倒不是。请证人别忘了你曾经宣誓。请证人回答我的问题，童辉向你承认他杀死了死者，是不是？是。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9月1号下午，那天辩方证人童志川并没有阻止被告和死者出海，实际上他是在9月2号发现被告失踪，便和中原租船出海找被告。他们发现了被告，并发现被告杀死死者高明真，被告童辉是杀人凶手。坐静，坐静，坐静！你恨死者跟你抢生意，又处处为难你、刁难你，所以你诱骗死者到船上，也是蓄意谋杀他。没有，我是真心爱他的，我买下地皮，一心一意跟他和好。我怎么会蓄意杀他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跟他是敌对的？我没有杀他，我没有。心狠手辣，造成死者后脑严重受伤，你是蓄意谋杀？不，我是真心爱他的，我是真的很爱他，我没有杀人。他没有杀人，他没有杀人的。你的责任是上庭作供，
而不是妄作判断，在这里乱吼乱叫。被告有非常充分的杀人动机，况且游艇上找到死者的指甲，加上证人的口供，肯定被告同辉就是凶手。被告早有阴谋，骗死者出海，然后在海上杀死死者，在事成后方便毁尸灭迹。被告是冷血凶手，我要求法官大人判他一级谋杀，不判他死刑。不，不可以判他死刑，他只是误杀。法官大人，是他爸爸，是他爸爸把尸体扔下海的，不关天的事啊！那是天还拼命的阻止。肃静，是他爸爸把尸体扔下海的。法官大人，把他带走，不要判他死刑了。法官大人，不要！你们骗我，你们骗我，你们说我做供之后，他绝不会被判死刑的，你们骗我！先生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爸，童先生，对不起，一声对不起，就断送我儿子的终身幸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爸，童先生，你出我滚！滚！中原，别说了，见到你，你先走吧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。快走啊，中原，快走啊！女人呢？爸，走吧。中原，走啊！啊！现在开始审问被告童辉。不要了，我承认有罪，是我杀死 Jessica 的，我是杀人凶手，你们别再审了。我错怪了 Jessica， 我不相信我错手杀了她，你们判我有罪，判我死刑好了。请被告冷静点儿。对不起，我只想说几句话。也许你们不相信，我想过要自首的，让我心里好过一点。在拘留室这段日子不好过，每一顿吃得好，没佣人伺候。对一个20多年来从来没进过小贩中心的富家子来说，是很痛苦的。更何况是监狱，我不敢想下去。不过我的的确确是杀了人，我一定要认罪的，我一定要认罪的。我每晚都梦见他，他对我笑，他说要跟我结婚，他求我相信他，我没有相信他，我反而害死他。我不是人，我知道很多人都爱护我，我希望我坐牢，可是为了让我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，我只好辜负你们。我不是个好情人，我也不是个好儿子，我不是个好人。我杀死了 Jessica， 我杀了他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本席宣判，被告同归误杀罪名成立。诬念被告因一时失手导致死者身亡，同时死者的死也将使被告长期内疚痛苦，所以判被告同辉入狱2年。2年，爸，2年，坐牢2年。哥哥虽然在坐牢，但是他心里肯定会好过一点的。你别这样，2年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往后日子还是会跟以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，你哥哥坐牢之后就不能当主席，不能当董事。我本来希望他继承我的位子，成为新加坡金融界最年轻的主席，可是现在什么都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爸爸，完了，我什么都完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爸爸，爸爸。
由今天开始，凡是阿威负责的业务都交给你们负责。姐夫啊，你怎么可以交这么多业务给我处理啊？我营业部地产投资交给你，这么多业务叫我怎么处理呢？外汇投资信贷部交给顺华。是，董事长。啊，姐夫啊，是不是今天下午就叫顺华搬进阿辉的办公室办公啊？不行，阿辉的办公室谁都不可以用，另外找一间给他。哎呀，那间办公室反正都空着，阿辉用不着嘛，他出了狱也不可能回来办公的，是吧？够了，你又在胡说什么？啊，好了好了。董事长，有些业务看以前是交给中原处理的，现在是不是还是由他处理比较妥当呢？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提这个人。姐夫啊，如果没事可以散会了吗？出去出去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周先生。嗯。董事长，有两位警员要找你。童先生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案件已经结束了还调查什么？对，令郎的案件已经结束了，可是你在法庭上做了假口供，我们要请你回警察局走一趟。哎，我哥哥应该会喜欢这本书，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拿给他看。对了，我爸爸怎么样？对你还好吗？这几天我请假没回公司，要完成1000块的企图真不容易，要得到你爸爸的谅解就更难了。怎么会呢？那等你拼好这500块的，我爸爸的气早就消了，哪用得着拼1000块的？那我们就把这盒买下来，看到时候是我赢还是你输，输了可要请吃饭哦。看来你要做东了。这么晚了还没走？怎么了？我回来看看属于我的东西也不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被控作假口供，我就快坐牢了。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当公司的主席，不能当董事了，不能处理公司的一切业务。中原，你满意了吧？怎么，在做超时工作想升级啊？哼，居然想取代我和阿辉的职位。童先生，老实说，我只是想做完我还没做完的事情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嗯，童先生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留在这里。童先生，你保重。站住！中原，我不嫌你出身低微，我提拔你，我赏识你，我觉得你老实可靠，可以成为我们童家的好帮手，甚至是我的女婿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是你，你害我们父子入狱。哼，你要辞职，你早就该辞职了，省得我心烦。从今以后你跟我们童家毫无瓜葛。童先生啊，那么我跟童熙的事，你以为你和小熙还有机会来往吗？童先生，我认为童熙和看的事是两回事。住口！我不觉得是两回事。你有没有替小熙想过，阿辉坐牢小熙心里有多难受？
你只为自己着想，你太自私了。不是，我不同意，我曾想过，可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。为什么顺华可以你不可以？顺华是顺华，我是我，我认为两个人是不可以这样比较的。好，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答应过我不做时间证人，不指控阿辉，要替阿辉洗脱罪名，对吗？对。可是形势逼得我不得不上法庭，涂先生，我是迫不得已的。住口！你不是迫不得已，你是怕被连累，你怕被指控，怕坐牢。不是，我不是怕坐牢。好了，先生，我不想见到你，走。我能够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涂先生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滚！涂先生，滚！被告童志川于本年10月20日在本地高等法院为一宗谋杀案出庭供证时，所作供词查属虚假，被告企图蒙骗法庭，并同时犯下知情不报及毁尸灭迹两项罪名，不除一例罚款之外，并判被告入狱1个月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你犯了什么罪？来，坐下。爸爸，他们说我提供假口供，判我入狱1个月。爸，傻孩子，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些饭你怎么吃得香？别傻了，爸爸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，今天换完这些菜也不错。来，爸，吃饭吧。爸，是我连累你，我杀了人，我该坐牢的，为什么你要陪我坐牢？为什么我们父子要吃这些东西？哎，爸爸，坐下。可是我爸爸不可以吃这些饭的，我爸爸每顿有鱼有肉，我爸爸要喝汤，不吃这些东西的。他也会被你想放手，放手啊！我杀了人，我要偿命的。我回来，爸爸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对不起你，爸爸，我对不起你啊。
爸！放手！快点，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爸！爸，哥哥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见到他？金玉官告诉我，哥哥他不想见我，他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虽然你和你哥哥都长大了，可是在爸爸的心目中，你们还是和以前小时候一样。我记得你哥哥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顽皮抓伤了女佣的手，我当时马上就把女佣给辞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打了你哥哥一下，我同志传着儿女不许人家动一下。可是我今天就亲眼看到他们打你哥哥。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哥哥他怎么了？他没事吧？没事，打在他的身上，痛在我的心里。可是我同志川的儿女性格绝对是坚强的，没事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我知道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不过你不要忘了，今天我跟你哥哥会坐牢，是拜中原所赐。爸，中原他也没错啊，他只不过把实情说出来罢了。小希，你到了今天还替中原讲话，难道你以为中原这么做是对的吗？难道我们父女之间的亲情还比不上中原吗？认为中原这么做是问心无愧吗？警察司机，时间到了，走吧。听到了吗？我现在不是同志川，我是九三七七，中原赐给我的。爸，放心，爸爸没事的，反正我也老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盛华，我回来了，盛华，盛华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，盛华？陈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学校放假不就回来了？现在是什么假期？妈叫我回来的。你妈？他生病了吗？是啊，他不舒服，他头痛，头痛得很厉害，很厉害呢。你妈头没痛，她知道童熙和中原分手了，中原很难过，又怕我趁机再追求童熙，所以叫你回来看你看。对了对了，哈哈，你看。可是我不信妈说的话，我的确没怀疑你啊。嗯，那好啊，现在中原和童熙是不是真的分手了？要不要我现在打个电话问中原呢？不要不要。我妈说她心情很坏，没跟童熙来往，也没打电话给童熙了。我没骗你。哎，方先生，早，请进来坐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这束花麻烦你交给童熙。怎么不亲手交给小希呢？我知道她这几天心情不好，免得她看到我更不开心了。哎呀，小希的心情天天都是这样的，没什么开心不开心。希望我送的这束花会令他开心点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再见，方先生。
程啊，哎，回公司。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，回公司干嘛？回家吧。是，童先生。希望我送的这束花会令他开心点。庄园，庄园，庄园，你不能躲着不见我，不见我爸爸，你以为这样事情就能解决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是不是你一辈子没完成那幅企图，你就一辈子不见我了？是不是你只会画我的侧面，不画我的正面？我知道我的正面很难过，但是你总得面对困难，去尝试一下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感受，我真的很想见你，但是我又怕见到你。见到你，我又怕对不起我爸爸，还有我哥哥。见不到你，我又怕失去你。你知不知道顺华每天都送一束花给我？我刚才一直在想，我越想越怕，我怕有一天会控制不了自己。中原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痛苦下去吗？不，我答应你，我们马上去见你爸爸。爸爸。童先生，我问你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要看我活得怎么样？啊？中原他今天来呢，是有话要跟你说的。他有话要跟我说？童先生，你看看我这个样子，中原，都是你害的。是我不对。可是童先生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是你要怪我恨我也是于事无补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请你滚。爸。童先生，我知道这个时候提出来不太适合，可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决定跟小希结婚。你说什么？你害得我们父子坐牢，你害得我逛公园过日子，你还想娶小希？你听我说，你们坐牢是因为你们犯了错。住口！做了错事，应该要勇于承认。阿辉他明白，所以他甘愿坐牢，你就不是，你一直不肯认错，还要逼我做假口供。我不是怕坐牢才去当污点证人，这一点你应该相信我，童先生。我相信你？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在法庭上你陷害阿辉，你说我做假口供，爸爸，害得我们父子入狱，害得我们离开金融界。中原如果不作证的话，哥哥可能被判谋杀，而不是误杀。童先生，这根本就是……住口，东远。爸爸，你给我住口，我不要看见你。爸爸，童先生，爸爸，我求求你！你居然帮着外人，你真的要嫁给他吗？除非爸爸死了。爸，我和你脱离父女关系。童先生，爸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童先生，阿辉在监牢里自杀了。爸。
这位先生，犯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你们两位可以出去了。两位还是出去吧。人家快要死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们父子给你害惨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，你给我滚！滚！童先生，童先生，我，爸，你不要这样。你亲眼看见你哥哥刚才那个样子，你还要嫁给他？你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，小心！你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童先生，爸，童先生，爸，童先生。钟医生，爸爸你心脏病了，爸爸，你醒醒啊，爸爸！上山吧，我送你一程。我真佩服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竟然还想跟童熙结婚。我也很佩服你，每天送一束花，也不管童熙领不领情。我知道你们已经达到谈论婚嫁的阶段了，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关你的事嘛。你根本没有资格爱童熙，爱一个人不可能会让他受到伤害。我做人很有原则，爱情和法律是两回事。我做人也有原则，但是为了保护童熙，我可以不顾一切地做假口供，甚至替 Ken 顶罪，管他什么法律不法律。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这并不代表你对童熙的感情比我深。你到底有没有为童熙所想过啊？好，就算你们不顾一切的结婚，日子会好过吗？除非他永远不见他爸爸和哥哥，要不然他一想起他爸爸和哥哥，你说他内心有多痛苦？你为什么不为他再想想呢？啊，你离开他，他心里会好过点。像你现在这样，这叫爱他吗？哼，你想占有，你只想占有，你给我住口！你自私啊你！你够了。好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好，那你证明给我看。好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你等着瞧。小西，小西，有人送这盒东西给你呢。谢谢您。什么？现在买订婚戒指？是啊，妈要我们先订婚嘛。走啊，进去看，进去看，来。哎，到底是你妈说的还是你自己说的？哎呀，你知道老人家很紧张的嘛。他见中原跟童熙分了手，怕我们也会一样，就叫我们订婚喽。让他安心吧。哎，小姐，我想看看订婚戒指。好，来，请坐。中原跟朱莉真的分了手？应该是吧，是中原亲口说的。喂，订婚之后几时结婚呢？随便了，几时都可以。是真的吗？
哎，小西啊，现在公司有你帮忙真是太好了，就算以后出了什么差错也有你跟我一起分担呢、啊、舅舅以后就不用常常听你爸爸唠唠叨叨的。哎，怎么样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如果你看不明白可以问顺华，他什么都知道的。是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这些东西了，一时之间我也摸不着头绪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很难看得明白的，舅舅虽然接触了这么久，很多还是看不明白啊。不要急，总之你慢慢看好了啊。其实不止这些东西呢，舅舅，我们还得去爵士酒店开会。什么？现在还有会议啊？喂喂喂，这个会议需不需要我去啊？不用了，只要朱迪出席就行了。好、哦，真是谢天谢地呀、啊！不是去酒店开会吗？你不是很希望成为大律师吗？不要再花心思去管家业的事了。可是我爸……你对金融公司的业务完全不懂，等你上手的时候，你哥哥已经出狱了，那时候家业集团根本用不着你，你何必浪费精神和时间？朱迪，你专心读书吧。啊，朱迪，反正现在是吃饭的时间，不如我们一块去、嗯、不来，我还有功课要做。你送给我的东西我常带在身边，你没空那就改天吧，拜拜。顺华，我没有空吃饭，你请我喝杯茶吧。那好啊，哈，我看我们就去喝柠檬茶吧，看你这次能不能看穿我怎么变出三片柠檬。无声曾失去了解情为何物，无声聆听你内心的倾诉，我虽然潇洒地对你提出分手，心里总是充满深深的辜负。对你我是曾经真心的付出，但还是选择走我孤独的路。再惦记我们说过的承诺，也不会再为你停留我那样离去的脚步。我的生命中爱你不是我生活的全部，失去也不会有太多太多感触，偶然有些留恋，但愿它随风而去，很快结束，不再回顾。因为我的生命中，爱你不是我生活的全部，失去也不会有太多太多感触，偶然有些留恋。